杨幂魏大勋 CP 粉比正主还急，已经开始激情创作官宣文案。太有才，杨幂魏大勋 CP 粉比正主还急，已经开始激情创作官宣文案。太有才。此前，伴随着魏大勋杨幂前后脚进入同一家酒店的消息传来，不少杨幂魏大勋的 CP 粉们也是开始了一阵狂欢，甚至有的 CP 粉们表现得比正主还着急。如今已然开始激情创作官宣文案，为两人公开恋情造势，且他们的官宣文案还格外有才。就比如说，其中一个官宣文案就是杨幂发布微博，配上文字“微微，是你吗？”而与此同时的魏大勋则是在微博转发评论回复 It's me, 啧啧，看看这网友们自己激情创作出来的官宣文案，那可真是堪称有才又有新意啊。因为他既一语双关，又融合了当下许多的小梗。为此，这般场景一出，那怎么能说这些 CP 粉们不有才呢？